那你觉得说没有升职这两个说法是什么？那个要说明一下，那个就情况来看，如果照这公司来讲，国外传说不管是警察还是文化局，对台北市政府不知道目前的处理。像文化局是这样的，他说外滩都一开始写的台北市台湾大学的，那我们也有发现嘛，他就叫过来改。所以后来你看出来真蛮爆的，那个就两个都没有，都只有写台湾大学。那在网络上有几张那个他们事件说，因为台湾现在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，并没有那种事先审查的程序。就在第一百项说出来，网络都不算，但是没有看到，都没有听到法官的。那至于说那个原版那个这两张投到网络上去，坦白讲有时候很难完全控制。那但是如果要拿来做政治使用哈，来抹红别人，达到他的政治目的，这我没办法。就看民众的受理的这种报案有没有按照